平常呢很扎实的军事训练，也希望可以展现呢另外一面，他们丰富多元化的音乐性。没错，那么当然呢，在今天的现场，我们以乐会友，尤其像这种变换队形的方法呢，更是让大家为之惊叹的表演方式。没有错，因为呢，在队形变换的部分呢，是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来做一个排练、做一个练习，还有呢，表现这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好的，那么紧接下来呢？我就要请现场所有的贵宾一起来期待我们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带来的精彩演出，掌声欢迎。
谢谢，这是我们非常优秀的陆军军官学校纪律队。谢谢。再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精彩的表演。哇，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呢，现代化国军干部应该有的人文还有艺术的涵养。而且他们整齐划一，非常的训练有素。再一次谢谢你们。好嘞，欣赏完了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的表演之后，请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组团队，他们已经进场了。是的，这是来